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狂热的时候有点想通，其他地方都不通。晚安。黄子韬，黄子韬，叫你呢，黄子韬，你快点，待会儿等着吃饭呢。其实看了很多我的细胞，很多之前演的戏，很多点都是我跟导演一起商量的，还有很多都是我自己跟导演说完，导演觉得好，然后加进去。吴前的家庭在我们没有跟导演说之前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冷的一个家庭，就是根本不管自己爹是死是活的这样一个家庭。我自己跟他们提的，我觉得我说我不想给观众看到一个这样一个不温暖的一个家庭，然后特别没有爱的这样的家庭，然后很多现场的词都是我跟导演在现场加的，对，所以现在看到了，我觉得是特别好。你怼的时候就一直在怼，但是伤心的时候特别的伤心。其实不足的地方有很多，但是拍戏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满足自己上一部戏拍的。我在演戏的时候不会去想，我演了这样戏会不会有好评。没事没事，不是有哥在这儿吗？哥有陪着你，不行吗？除了《热血少年》以外，还有两首新歌，对。我现在就是在骑马。除了撸猫撸狗，你最想撸哪种动物？除了我家狗，没有想撸想玩的动物。马，如果你是泰坦尼克号的 Jack， 最后时刻你要跟 Rose 说些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我马上就要沉入海底了，你好好活着，恭喜你中奖了，再抽一瓶。最想做什么样的白日梦？做那种就是出一首歌，全世界的人都迫不及待的赶紧过来听我的歌，看我的电视剧这种。